我是谁？够了吗？我是母亲倚在门口牵不到的那只手。车神非常紧张，已经在了。我是妻子舍不得挂掉的电话。哎，你再讲会儿嘛。喂，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是儿子眼里不敢靠近的陌生人。放下儿女情长，穿上军装，就要舍弃舒适安逸，征战疆场，男儿本色，从军报国，此生无悔。我是中国军人，我是人民子弟兵，我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。